是你真好，你所思的部分也处长不收。是的，自从认识了天父，我天天都开心，整颗心都被幸福围绕。杨敏，我也是认识天父真好，我分分秒秒在天父的怀抱里。各位嘉宾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佑儿翻译的演出《认识你真好》。Please welcome my friends from Yellow One.